看你这地方，淮南，这圈多大？这个大院儿真好。人那二楼最主要是人家，啊？人上面养鸽子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看着了，养鸽子的。养鸽子。我跟那个王伟，我俩，您是那个，我父亲吗？我是他父亲。你好，你好，南叔。说着，接着说能过来。我说今天有时间，我说我转转。哎，这个大院真好。这大院真好。这以前是放煤的。煤，跟前面是。这是个老学校，老小学。啊，这是学校。这个操场。分手的转人，谁到这几手的时候到咱那块儿？啊，那里头都是俺妈那多少这一大院全装垃圾啊，都搁这里埋着，都搁这里搁着呢。完了是这个，这拉出去的，完了一群垫的，这垫得有半米多高。哎，这也没少填呐，这花不少钱的。没少那是扔钱，现在。啊，是还得建的这。把这墙都倒了，都咱后整。为啥这样建呢？这是通常干多好啊！通常一下子能扯。他也不明白干啥。能通常扯三栋四栋。哎呀，不会，咱没那些钱呢。我这不大学生，这不有那个啥吗？要下农村了吗？他就来了。大学生上农村，哎，结果来到这嘎子，形势一变，走不了了，不好走了，不好走了，就扎根吧。大学生扎根。那形势一变，淮南，这个钢结构我羡慕啊，这钢结构真招人稀罕。看人家 TMR， 看到没？人直接上啥料车？啥料车？这地槽就生了，你拿就省劲多。不是，这个没有坡度啊。到时候牛全都搁尿里边站着，全都没有坡度，坡度小，最起码得啥呢？得15个，从上边到下边得15个坡度。那坡度了，那是得来不到，这都咱自己干的。这个牛棚多长？尺寸？45宽呢？45长，14米宽。14米宽，你真家真够宽的。就得宽着点儿整。采光啊，两边这个。而且王一楠，你看人家整的合理，你看。彩板，然后阳光板。采光吗？对。看看人这大圈啊，45米长，复合板、阳光板、采光、C 型钢全部都是新的。然后，那是啥管子呀？我就不太懂了，这么粗。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这儿得了。这旮瘩多长多宽呢？这块一共能有10米，100米和78米应该是。100米，78米。这个前两那个以前是这块是个大坑，那块都已经发现了，正好我们拿这个土直接。填平，这个就是你们所在的这个村儿呗。对，这是我们田坨村。田坨村。对对。这附近我看都是养螃蟹的。这全是我们这块的坑塘比较多，我们是以冬储为主。我们的副产业就是冬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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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它这个围着里边都是螃蟹，一会儿可以看看。现在还有活的呢。对，就是过冬的螃蟹。有大的也有小的。它是一般品种小，就你要建棚的话，这你挺大的。这一片，这两个坑不是啊，这一片都是我们村基地的土地。你们直接捋，你们家建牛棚的话，再建的话建11米、12米就行。你们家那牛棚14米有点太宽了。我特意宽点建的。太宽了，牛搁里边能。这个我是按照13米的计划建的。13米也有点宽。十三米建的，13米，完了是两栋牛棚，东西建，完了这块是南北建一个储料间，大的储料间，两个牛棚共用一个储料间，100米长吗？不是，
长度东西长还是南北长？东西长。东西长，那东西长就直接100米，直接怼到头就行了。对。然后。那你说这今天也得建呢？我计划是6月份之前建，我现在就是手续没捋完呢，我就手续必须得捋完了。嗯，手续捋完了，直接就能。这个已经申请完，就是属于是那个叫啥设施的农用地已经申请完了呗。对。嗯。进来之后就感觉有效果了哈。啊，这一片真宽敞。方方正正。全是真大的坑，全是坑。啊，全都是那么那样那么大的坑。三个坑也给填上了。参观一下这个田屯村的这个是村长，带着我们。这块地方准备是用来盖牛棚的。这上边这是啥呀？这个，这是在修坝吗？还是 这是我们国题。国题。国题，外边就是河，就是那个耀阳河。耀阳河。对。啊！我看这边是有高速。对，有高速。现在高速在拓宽，京哈高速在拓宽。啊，京哈。拖到你们这，拖你们村地了。对呀。那你们这要富了。他这个高那个京哈高速已在第一次修建高速的时候，把两边地已经征完了。哦，一次性。我们村也不水了。啊，人家早就说征完了。对，一面多征50米。你要他要一次性养个300-400头牛的，两头50米的话，那就是200多头，200头牛左右。对，你肯定得需要个200头牛左右。烟草、料、玉米都得收。如果说就是说。嗯，如果真成型了，成规模了，我们将继续，一是往东推，一是往南推。啊，就这边这地还可以再。他那坑在垫呗，垫一个坑就是一个地儿。对，垫坑一个地儿，但是我们其余的坑塘是，2年，我们就全部收回。啊，就不承包2年呗。对，我们3年一包，东边是剩下的坑塘，我们就直接可以。这都属于村里的。对。哎，这村里。这几个不是。这一个不是，但是我们可以调配，我们这个坑塘比较多啊，可以调呗，倒是跟老百姓商量呗。真的，这不大丁点儿。那赶紧跑了，这叫扣蟹，这么大点儿，特别小。